梁朝伟终于找到了，你还当他的经纪人？海拉，没有办法啊，能吗？哎，学着学着也 OK 的哦。然后他有没有说，哎 ，Honey， 你做得很好啊，当这个经纪人，他们每一天送这么大颗的给你了。过节他还是会买礼物，然后我现在发现他送我的礼物价钱越来越贵了，所以我觉得他是有放在心里面。多少钱最贵的那个？我这个不能说。好，我帮你们拍一张照片。喂，打给他，等一下打给他，给他一个心啊。OK， 其实我这个很好奇。你好奇什么啊？你老公的工资，当然给我了，当然给我了。哇，你老公是帮你打工的？对，没错。她老公呢，很相信她。而且呢，我发现她老公年纪越大越依赖她。比如说去美国谈一个什么电影啊，或者是去泰国做后期，她都要带上她的。她说她在她身边带给她好运。然后他又有安全感，他有是不是这样跟你说？哎呀，还吗？哎呀，哇，没听过。你是他的 lucky star 是吧？对，他说觉得是吧？他觉得是吧就好了。